我闻到了盒饭，好香。你们先去喝茶，我去准备一下方菜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来来来，请入座。这是您家吗？嗯，这是我们茶厂。我给你们泡一幅我们今年的新茶。这是茶魂树上的茶吗？古树茶，对，你们今天去了茶祖庙，那个茶魂台。是，茶魂台去了。那茶魂台呢，就是我们布朗族祭拜茶神的圣地。 其实呢，酒文化也有这种传统啊。那么像我们的酒鬼酒的产地湘西吧，以前人们呢崇拜的是洞神，所以敬神要奉美酒，所以说就形成了洞堂酒文化，跟这个其实是相通的。这个呢我也听说过，他们的酒呢是在特有的溶洞小气候中自然老熟的，这不仅是源于自然的天成。 更行盖了民间的智慧。您喝过我们的酒鬼酒吗？我觉得可以尝试尝试，我觉得就跟我们来尝试你们的茶一样，可以。这是叫交流，你知道吗？吃饭了。好的，我们去吃饭了。好，谢谢你的茶。到家了。到您家了。是放煮家园。放一整熟了，我们可以吃饭了。这边好。谢谢。这么风光。哎呦，这烤鱼我最爱吃的。对，介绍一下菜感。好好好。小姨不用说了，这是鸡的鸡肉粥，螃蟹搅炖鸡。那螃蟹搅。它牙。我还不客气啊，我真饿了。张嘴。还真香，确
吃哈。我也是第一回吃。这就是布朗族的我饿了，我先尝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特色。你不能再来一碗？来啊，肯定来啊！二话不说，直接搞啊！这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古镇，要我们会合，我们跟他会吗？我们要不自己先溜达一会儿？对他们爬山，我们在山下享受生活，等的。你们在做什么呀？豆腐饭。豆腐啊？对。那我们这儿试试好吗？还挺好吃的。我干点。你也会干吗？我不会。会你会服务员呢？行了，干几分钟。几分钟就能喝豆浆了是吗？豆腐就能吃来了。那我们再等会儿。你看，我们大概是2016年开始做的维修，然后陆陆续续做完，其实时间也不久，已经开始长上了青苔。然后那个就是新的。其实都是一样新，只是里面它没有淋雨。没淋雨。对。还淋雨以后好看啊。对。它这个建的房子是专业公司建还是大家互助自己建啊？传统的话是这个互助，然后我们现在找的是有文物维修资质的，但是很多工匠都是当地的人，他们也掌握这种技艺。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就是建议和赞成，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学习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，然后当地掌握智能，把这技术一代一代就传承下去了。这也是活态传承。对，这种活态传承。豆腐啊，对，豆腐啊，你的豆腐香啊，好，这可以直接吃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直接吃的，直接吃吗？好吃好吃，它这个味道好，没有豆腐味儿，咱可以上二楼看看，可以看看，头一层是停车啊，这展台，对，展台在外面。哎呦，哎呦喂！你们在这里有小偷！哎呦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捯饬上的？我也想穿这个。哎呀，你们是买的，人家给你们预备的？我们顺要的，顺要的是吧？真好。